呦啊！是啊，怎么没有呢？门在哪儿？到那儿去看看。到那儿去看看。走，你是什么人？敢到我的山上来？这大宝山乃自然生就，怎会是你的山？少废话，快把珠宝交出来，免你一死。佛门之人哪来的金银珠宝？夜里这里金光闪闪，定有很多的珠宝。我只有念珠一串，哪有其他宝物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什么这是啊？你敢戏弄我们？这木头珠子谁要？珠宝不是宝，这才是真正的宝物。不信，你们瞧。不许拿！宝贝，这我看见的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大哥，没了，没了。哎呀，神仙！哎呀，神仙饶命！饶命！神仙饶命！我乃南海观世音菩萨，来此正是为救苦救难，度化你们这些拦路抢劫的强人。你们来得正好，对面那山风景别致，可作佛门禁地，你们可在此建作慈云寺，以供世人拜佛诵经之用。这串念珠可化作你们建寺所用木石，这是给你们一个赎罪的机会，以望你们放下屠刀，弃恶从善，否则你们将万劫难逃。菩萨，今后我们一定改邪归正，诚心修建寺庙以赎罪。啊，赎罪，对啊，赎罪啊，菩萨，菩萨，我们要赎罪啊。怪了，我也梦见了。你看，大家做的都是同一个梦，这说明观世音菩萨来了。是，注意点，白衣女子就是观世音菩萨。对对对，是这样。不会呀、菩萨既然说点化有缘之人，切不可当面错过。看来不会是梦中打扮，切不可当面错过。对，留心点。两本，快走吧。快走吧。哎，老板娘啊，观音菩萨显灵了，啊、去看看吧。啊哦啊，你们先去吧。看看去。啊，走吧，快点啊。哎，掌柜的，掌柜的，啊！哎呀，你这人怎么了？都要大难临头了，你还不动换？你是吓傻了吧？哎，我说你闹腾什么呢？你又听见什么了？哎呀，听见了，我刚听见的。人们都梦见那个叫观音菩萨的了，现在大家都往桥头那边等着去了。你说咱们去不去呀？不去。去不去啊？不去。大家都梦见了，说明观音菩萨不是冲咱一家来的，这么多人咱怕啥？再说了，我夜里琢磨半天，那个观音菩萨一口一个讲佛，一口一个讲佛。哎，你记得不，一个月前那个秃头怪人不也是一口一个佛，一口一个佛的吗？那又怎么样啊？
那怪人佛了半天，还不是被打个半死给撵走了啊？说明佛呀没什么了不起，无非是吓唬吓唬人而已。哎，男的讲佛都不怕，还怕他女的讲？可那像我贾三儿，从小坑蒙拐骗，又偷又抢，嘿，我干了那么多的坏事儿，怎么样？到现在，我还不是活得好好的？有谁敢碰我一指头？哎，你没听说过吗？鬼怕恶人，对我这种恶人，鬼都怕三分，还怕什么菩萨？你不信，咱就躲在屋里，不去石桥，看他能把我怎么样。哎呀，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呀！万一那菩萨不好惹呢？好，等等再说吧。看看他们别人见到菩萨以后怎么样。什么事儿啊，都是撑死胆大的，吓死胆小的，说不定那菩萨还不敢来呢。那我可听你的了。你得听我的，你去把菜刀拿来，再点把火放到大门口。给口饭吃吧。你行行好，给口饭吃吧。怎么还不见观音菩萨来呢？都近中午了。那怕是过去了吧？不说是天明就来吗？行行好，不能走了。行行好，给口饭吃吧。哎，这白衣秀士啊，哎，这不是他呀？是不是他也看看？不是，白衣是白衣啊。好像不是这样的白衣啊。长得也不像，好像是个女子，她怎么是个男的？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挡我的去路。你是不是观音菩萨？什么观音菩萨？莫名其妙。菩萨，我是刘德，在此等候多时了，还望菩萨帮我。官场营私舞弊，妒贤技能，选取裙带，真正的贤才被排挤在外。我刘德，满腹的经纶，一手的文章，却十余载考取不中，空有大志，考不取功名。经菩萨点化，帮帮我。唉，我也是路过此地，名落孙山的秀才，如何帮你？我真不是菩萨。你真不是菩萨。瞧，我哪是什么菩萨呀？你认错人了吧？倒也不像。如公子不是菩萨，恕小弟无礼。啊，真是。谁来不来？就是，好像应该来了吧？日近中午，怕是无缘。菩萨走了。我早看出来不是，梦中我见的菩萨是一脸怒相，拧眉瞪眼的，哪像这个书生啊。我梦见的可不像你说的那么凶啊，只是沉着脸不高兴的样子。真不高兴。幸好给口饭吃吧。快走，等到现在还等不到菩萨来，谁有心思理你呀？幸好给几文钱吧。我到现在还没吃饭呢，谁有心思给你饭吃，老太婆？哎呦，幸好吧，我快不行了，可怜可怜我这位相公。哎，可怜可怜你，这菩萨走了，谁又可怜我呀？你们只顾自己苦，却不顾比你们更苦的人。你无怜悯之心，菩萨又怎么能可怜你呢？
你说什么？我老婆子想这人世无情，人人心中就装着自己的苦，就越想越苦了。你无非是当不上官，怎不想想我这老婆子连命都快完了。你心随愿还有明天，可我这孤老婆子过了今天没有明天。你等菩萨救你，你怎么不知可怜可怜我，用家中剩米余钱可怜可怜我这孤老婆子。您说的也有道理，我虽不富裕，又因考不上功名心中苦闷，但总不能见死不救。你老等着，我这就回去拿些钱米。谢谢你善心人，我累了，经不住日晒，我在那边松树下等你。哎，见到菩萨了。哎呀，哪儿见到？菩萨说天明时到，现已正午，怕是早过去了。你找什么呢？哎，昨天咱们吃剩下的玉米饼放哪儿？哎，今日以为你能见到菩萨，特蒸了白面馒头，还找那玉米干什么？嗨，不是我吃，是给桥头那位讨饭的老太太送去，看样子她快不行了，咱们得帮帮她。哎，那就带俩馒头去吧。哦，哎，算了吧，为我赶考，弄得家中拮据，这点白面还是留着自己吃吧。老人家，老人家，给吃吧。哎，哎呦，你虽有了怜悯心，但心还是不好。哎，你怎么这样说话呀？别人都自顾回家吃午饭，我却饿着肚子跑了这么远的路来给你送吃的，心怎么不好啊？你明知我老婆子人已老，牙不好，力已衰，可却拿着硬饼子给我吃，而你怕是回家吃白馍吧？娘子平日舍不得吃，近日只为见菩萨，才蒸了一锅馒头，我是想让他多吃一些。能对自己亲人好还是小善，要是能对自己不相干的人，就像我这快死的老婆子，也能像对亲人那样好，才是大善。你还是当个大善人吧。你这老太婆怎么这样讲话？你也太……嗨，哎呦，不给也罢，这硬饼子怎么能吃下？我还是等死吧。拿着，拿着。哎，相公回来了啊！快趁热吃吧，馒头还热着呢。对，包两个馒头，我再给那个讨饭的老太太。相公回来了啊！快趁热吃吧，馒头还热着呢。对，包两个馒头，我再给那个讨饭的老太太送去。哎，我刚才忘了，
他怎么能吃得动那么硬的饼子呢？还是包两个馒头给他送去吧。哦，这一共蒸了几个馒头？八个。哎，这到哪了？八个，一个人还不到三个。要是给那个老太太两个，咱们就多一个。要是给那老太太三个的话，咱们就少一个。这有什么难的？你给她三个，你吃三个，我吃两个。哦，不不，娘子，你一向舍不得吃，这回你吃三个，我吃两个。相公别说了，还是你吃三个，我吃两个吧。哎，好。好了，多一个反倒你推我让的。那就这样吧，好吧。是吧，我走。哎，等一下，刚才在桥上你说你等谁？嗨，跟你说了你也不知道，大家在等一个菩萨，可惜谁也没等到。你等他做什么？菩萨能接我心中之苦。我知道你心中为什么苦，你总是考取不上。我说过去考不上就罢了，你过去只知道苦读书写好文章，以为你就可以当官了，其实你还少一样。少一样？少什么？就是仁义两个字。不仁不义，自私自利，只为当官而当官，即使当了官，岂不和压制你的那些官一样吗？不当好官就别当官。就是观世音菩萨。哎，过去你缺的现在都有了，你今年再去京城考，必定中第。谢菩萨指点。你能得点化，说明你与佛有缘，今日之事不要声张，我还要度度此地人心。钱用才肯拿出来卖的，只卖一百两银子。呀，一面铜镜要一百两银子？哎，你这妇人也真敢要价啊！各位官人，别小看这面铜镜，它能照出人心善恶，善出善相，恶出恶相，还能照出人过去干的事情，显出来世。难道一百两银子还算贵？有这等镜？骗人！我照着看，行吗？官人要看可以，只需交三文清钱。三文清钱，好说，好说。看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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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钱花的值不值得？值，值啊！不用怕，以后的结果还能变，就看你以后的德行了。真的能变啊？太好了。哎，这么灵验啊！我也看看，我也看看。来，给你钱。哎，我说怎么样？拿菩萨吓唬人吧？谁也没见过菩萨。哎，那菩萨也不敢进咱的门。嗨，才过两天，这话还不好这么说呢。两天，两年他也不敢进来。哎，那我把大门打开了，这两天关门少收了不少店钱呢。打开，打开，我早就让你打开，你就是不信，少挣多少钱？行，打开，打开。你看，哎，啊，哎，那边桥头围着那么多人干什么的？啊，有一个村夫啊，手里拿着面铜镜，那镜子可神了。你过去干了什么呀？一照就能照出来。啊，真的？嗯，还有这事儿。还能照出你啊来世啊变成什么样呢？哎，你看看去吧。瞧瞧去啊！哎，瞧那干什么？瞧瞧去嘛！自己干的事儿自己知道，只要今世快活，还管他来世干什么？你看看，走，来接着去。走啊！哎，天色不早了，今日既无买主，回家了，不照了。哎。怎么一个个照来世，不是变牛变马变狗变猫，就是变虫变鸡？怎么难道我们来世都不能再做人了？哎，镜中是这么显现的，来世由今世而定，人活一世，不好好做人，又不知道自重自爱，又不做好事，来世怎么会让你再做人呢？你这话怎么讲的？你怎知我们不做好事？分明是你镜中有鬼。你要问我才讲的，怎能怪我？究竟如何，各自心中有数。镜子无鬼，只怕心中有鬼吧。哎，错事已经做了，来世做不成人了，这到底怎么办呢？镜子，他能告诉我们吗？如果你这个镜子真有这个本事，我愿花1000两买下它。世上哪有这样的宝物？如果你真想再做人，恐怕只有去问观音了。观音，昨天我们等了一天的观音，也没有见到人影啊。是啊，怎么没见到？我就见到了。哎，在哪儿？早晨在十里外森林边的河岸上见到的，明天他还在那儿。那我也去看一看，是啊，要真想见观音，心必须要诚。你们今晚各自回家睡个安稳觉，心里干净了，观音才好教你们。走，慢走啊！哎，再来啊！告辞。哎，啊。快收拾。哦，哎呀，姑娘，哎，你是住店呢还是吃点什么呀？哦，小妇在桥边卖铜镜，不想被人围住不放，天色已晚，我只想在这儿住一晚。你就是有能照出人今世所为也能照来世铜镜的那个人吧？是你吗？是的。哦，好。哎呀，我这店呢别提多干净了。你呀，先吃点东西，我这就给你收拾房屋去。哎呀，外地人住店呐，我是从来不收钱的。哎呦，住店哪能不花钱呢？这钱是我今日赚得的，啊，请店主收下，我才安心住店呢。啊，不，快收下。好，那我就收下了，我收下了。你呀，安心住店吧，啊。哎，来。是，哎，来。你想没想好啊？干是不干？那一大袋子钱马上就要到手了，不然放过他，
送上门的财神，哪能不要啊？值钱就值钱在铜镜上，有了这面铜镜，不等于有了一棵摇钱树吗？那以后的日子，还愁什么啊？大妹子，来，尝尝这茶，恐怕呀，你从来没喝过。我们村中有一个规矩，喝茶得与茶主人一起喝，否则这茶不能喝的。哎呦，哪有那规矩呀？入乡随俗，我们这儿可没这规矩。那就不喝了，免得两为其难。哎，慢，你先等一下，我给你去弄点吃的啊。来，你坐一会儿啊。我不喝，他就不喝。那你就喝，完了，我再给你把解药喝了。等我把铜镜拿回来，你的药劲也过去了，咱怕他什么？你就跟他一块儿喝。为了那镜子，我豁出去了。对，你就跟他一块儿喝。大嫂，哎，去吧。啊，来了啊。大妹子，来，咱们俩先喝茶啊！我们掌柜的正在给你弄吃的。哎，这茶都快凉了。按你们那儿的规矩，咱们俩一块儿喝。我这个茶呀，特别有特点。来，咱们俩喝吧。嗯。怎么了？哟，你还不放心呐？喝吧，瞧我的。哎，再来一碗吧。啊，好好。不喝了，大嫂，我该走了，别误事了。啊，你这么晚去哪儿啊？你往哪儿走啊？要不我送送你呀、啊？要不吃了饭再走。哎，大妹子，你往哪儿走？我往西走。哎呦，你怎么往西走啊？我从西边来，当然是往西走啊。哎呀，大妹子，我告诉你一条路吧。你呀、啊，往南过了树林，那儿有条河，你沿着河向西进啊。听我的，没错啊，听我的，没错。大嫂，我人生地不熟的。你能否送我到河边呀？去吧，既然人家已经说了，你就帮人一把嘛，啊，去吧。你这东西，按的什么心呐？你说什么心？我还能让你往河里跳？快去吧，到时候可别没良心。我这还不是为了你啊，为了咱们这个家。我要是有了宝镜，那咱们去吧。快去吧！哎，大妹子，来吧，我送你走。啊，好。婵儿啊，进吧，一会儿就到了。你看，就在前面。有了宝镜，那咱们去吧，快去吧。哎。大妹子，来吧，我送你走。啊，好。婵儿啊，进吧，一会儿就到了。你看，就在前面。快去！
居然接到警示还继续作恶，神鬼不拿你，佛法无边，我岂能饶了你？你过去所作所为你既然清楚，那就看看你自己的下场吧。见我，说明来世真想做人。是是，我菩萨指教啊。佛经深奥，恐你们难懂，现只告诉你们一个简单道理：要是想来世做人，今世就要去除邪念，多做善事，做个好人，来世所报皆是今世种的因所致。种什么因，得什么果，因果相报。今日甲三下场，是其种的恶因必得结果。今日为教化众生，让他早走了一步。今后望你们知佛法广大，能建造庙宇，供奉佛祖，拜读经文，深悟其道。待你们心诚之后，我再来点悟你们。谢谢菩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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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因来中原落地的石洞，人们把它改名为观音洞，保留至今。当年在石洞前，御师抢掠的道人受观音点化，用菩萨所给的念珠化成巨木，塑造了一尊多宝观世音像，送至慈云寺供奉。从此，中原一带百姓笃信佛法，民风随之淳厚清正。走不了了，你不能就在这儿啊，爷爷！我不走，爷爷，快起来吧，我这一辈子跟我们走吧，爷爷，我们不能把你扔在这儿啊！就是，你们走吧，我算活到头了。老天爷，降点雨，救救我们穷人吧！老天爷呀，你就睁睁眼，救救我们这些穷人吧！你下点雨吧。知道他，孩子，替
我，吃了它。娘，你就听奶奶的吧，你就吃了吧。娘，我和蛾子有办法，你别惦着，吃了它。娘，我去给奶奶挖野菜。吃了吧。娘。大娘，人都僵了，牙张不开了。好吧，那就带上，倒上吃。你不是爱吃枣吗？娘给你倒了两粒，你带上。娘就怕他不让我见你一面，就送你走，娘就赶回来了。不然呐，娘还能给你多待一天。大娘，走吧，大娘。人死不能复生，大娘，快走。